Hello， 大家好，我是飘雪。今天天气好晴朗，开玩笑，我今天去看花，去看那个郁金香，在新泽西州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郁金香花园，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去看花。现在我准备先去买点早餐，去买点早餐带到那边去吃。如果去他那边买的话，他那边好像也有餐车，但是肯定人很多，不想去排队。在加上那种旅游的地方啊，东西都很贵，所以说我们自己买一点带去吃。我现在过去接女儿，然后一起过去买，买完然后最后来接儿子。儿子很慢，儿子在家里磨磨唧唧的，还在刷牙洗脸。今天可以带大家去看花。花海，今天天气还有点冷，看我还穿得这么厚。今年天气很奇怪，到这个时候了还很冷，这马上就五月份了呀，都四月底了开始，今天都23号、24号了，还是很冷。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多云，没什么太阳，昨天太阳还很大。这边开过去要一个小时好像，然后还要去接那个我们家老二在学校，去学校接他。他已经那个了，测试过了，是已经转阴了，所以说没关系的。如果他没转阴的话，我们还不敢去，还不敢一起去，还怕传染了。他已经转阴了。也涂了点口红，看起来精神一点。好吧，我现在开车，现在在加油站，这是今天的油价，对，4.07。我们加了这个是4.29的这种的，中间这个价格。然后好的是4.57，比前段时间便宜了一点，前段时间是四块多少？2.5，这边是4.07，降了一点点下来了。这家加油站比较便宜，可能其他加油站4.1毛多，1.7，就便宜个1毛7。Hello， 打招呼呀。今天全家出动，美女帅哥在后面，看到没？帅哥，美女哪里？嗯，没找到。来一个，马女，你好。哦，你怎么着？你好。帅哥，很帅吗？no。又不好意思，又躲起来。嗨，美女，你是谁？不认识我。好大呀，人超级多，不懂有多少车，就是没航拍，然后航拍飞一下，这边有多大，好穿啊。八什么八什么什么？这边一共可以停多少车啊？就是那个母地。哦。问题是我们要去坐那个拖拉机，不是吗？ No,
So can you keep your purse on the other side her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Smile. 就笑就好了，笑。动作多做一点。笑。对啊，随便你怎么弄。往眼睛往那边看也可以，抬头也可以，随便你。Oh, I know, I know. Okay, ready? 被花挡住的呀。花太少了。I don't know how to hold it. 谁踩我脚？没人踩。I can't be like this. 你这样子回那一下给我来。This way? Yellow. 就像刚才那边。再回，甩过来。哎，甩过来，再甩过去，甩，我没得给他。甩过来，头发甩。哎，不要太厉害，甩太用力了。慢一点，走一下，慢一点。花太高了，花往下一点点。哎，往下一点点。I was gonna do this one. Okay. 这两个好看。这个好看。黄色很。这黄色红色这两朵对就那两朵大大的那两朵哎了。不行，要戴这个粉那。非常游客照，像小孩小朋友小的时候那个妈妈带来的。哎呦呢！哦哦 ，sorry sorry。This is so stupid。啊，这样漂亮，就这样。I don't want to do this no more。OK 了，很漂亮了。哎，可以，你刚才回去。Which side? This side? Yeah, that side. The other side. Well, either way. 嗯，都可以。人家按你小的时候啊，按你小的时候。OK， 哎呀，我的妈呀！好了，可以了。哎，不能打。发两朵了。Do the intro right now. 大家好，我是飘雪，在纽约。今天我们去看婚花，我们去看郁金香。郁金香。怎么？Hello， 大家好，我是飘雪。今天有个孩子们来看郁金香，你看这个老二，这个德抠我的这个人，你看我都不怕传染。